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才会重回玩家眼前的日式恐怖游戏零系列。意外的在今年 E3 任天堂发表会中公布，零如鸦之巫女正式复活咯。游戏是以2014年9月推出的 Wii U 版所改良制作的高画质 Remaster 版，三位目的不同的主角来到死伤无数的日上山，拿起玩家们都很熟悉的摄影机，想办法从邪恶的仪式逃脱，并击退各式各样的怨灵。游戏还追加了新服装以及可以自由配置角色灵与姿势来拍照的拍照模式，而当年应用 Wii U Gamepad 来充当照相机的特色，如今会配合平台而做出改变。本作预计在2021年内正式上市，想要零系列复活继续推出新作的玩家们，一定要买好买满，大力支持制作团队哦。